这个皮肤多少钱？这个皮肤传说50块以上吧。我不怎么买皮肤，不太清楚。 我记得我买的第一个皮肤是盲僧的，传统僧侣。啊，不对，不是那个，就那个没穿衣服的那个，是叫什么来着？传统僧侣吗？这皮肤要129，这么贵。 蛮王打野，瞎胡闹！蛮王打野，打马尔萨还是好打的啊，还耗不动了。控线，我现在控线。 你对我放意义没有什么用，说实话。我回复太快了，哎，满了。他还不如推线。一般的法师是耗不动大虫子的。 去哪儿了？这都支援啊！这么远他也支援，支援意识很到位，但是他这样支援是很伤的啊，没什么意义。他对线他就没法玩了。中路不见了，来了，你看他损失了好多兵啊，他这还打个屁啊！ 我把他这个护盾给破了，线控在这里很好，护盾给破了，起来 ，A 套 ，A 套 ，A 套 ，OK， 撤，还上，再上就秒你了，兄弟，没事，不用帮我，不用帮我。 回家吧，他已经他 GG 了，他的补刀非常少，他只有8刀，我25刀，他第一波非常没这个没有意义的 gank， 我推线了。 无敌，34刀 ，CD 输。OK， 来个睁眼。我现在等级比他高，我5级，他才3级。感谢行为艺术家的幸福券，这他肯定GG了，他没得玩了。我整整比他高1级。大虫子单杀能力很强，像这种短腿。 等我到6级随便秒的，我们先把他护盾给破了，用 W 或者 E 把他护盾给破掉之后，到6级秒他。好，破掉。OK， 行了，喷他一口，击飞。 很舒服，满血，他耗不动我，根本耗不动我。好，我马上6，我还差几个兵到6。他是有闪的啊，他是有闪的。我们看能不能把他给勾出来。他血量几乎是满血，但也可以秒，也可以秒。
我把他放出来，把他放出来。好，我肯定要踩他了。我马上溜。啊，那个，护盾好，算了，把他护盾先破了。打小兵，好 ，OK， 破他护盾的。好，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，他也六级了。哎，这个击飞给的非常好，无所谓。起来，有，哎，我这波是预判 Q 的啊，我预判 Q 的，完美。我就知道这个蛮王会旋风斩我。这边 Q 很到位，我提前放的，回家了，走，感谢呼叫网管的雷霆大火箭，谢谢网管，网管大气。感谢感谢感谢兄弟，蓝能不能给我吃呢？塔皮没吃到，这个蓝能不能给我？好像不给，好，那算了。这个蛮王替他死了一波，我们先刷兵吧。哎，蛮王把火龙拿了。先把我的大招层数刷一下，吃一个兵就是一层，最多六层，每一层都加血。那我吃了兵之后，这个马尔扎就不怕我了。回血太快了，黑掉，缓速，缓速，哎，他交闪了，其实我没大，他以为我有大，不过我有大的确可以秒他，只要把他击飞，我带的是点。哎，好，这蛮王杀不掉，杀不掉，杀不掉！别！打和谐，打和谐。嗯，他们好像有想法。啊，我被沉默，不着急。拉我没有用啊，我超肉的。你再追你就死了，我可以秒他。这波算了吧，回家吧。我们再吃个兵，好，两层了，别打了，我没战斗力了，我状态太差了。OK， 舒服，双生暗影，直接双生暗影破他护盾。95刀，5刀跟着时间走啊！哎，准备游走，抓他下路去，我大招好了。我推线非常快，好，
咱们可以下去了。我有双三暗影的，很好抓。等一下，不着急开啊，稍微离他近一点。这个锤石一口直接咬死。我被发现了，我们先开一个双三影，尽量杀锤石，因为锤石有那个红蓝 buff， 而且一口咬死。拉我没事，没用。被他秒了。哇，六个头。没闪，有闪直接闪现过去把他秒了。没办法。太痛了。我太笨重了。这英雄就这样。靠，我没啥用的。好，峡谷开播，我准备杀一波这个卡莎。可以秒他。好，死了。要死！快撤，快撤，快撤！可以，塔收了。好 ，OK， 抓波下，这卡莎要杀一波的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我有大，跟我走，兄弟。哎，算了，别，这蛮王杀不死的。OK， 好，双生暗影开启，这波要走位，不能给他拉了，先杀他。哎，对了，直接秒，我被卡住了，我被那个卡住了，人有点多，我靠，算了，我这波还是撤吧。我如果闪现去秒这卡莎的话，应该是杀了，但是我会被换掉，这是肯定的。他们资源有点多呀，还 TP 来了，我靠。好，咬掉，他捡不到那灯笼，被卡住了。他吃完了，灯笼吃完了，可以，这波可以来。好，就杀卡莎，我没有，我有那个了，我有踩，但是我这踩好像不能贸然踩，有点危险，撤，打不了，我没招，我溜了，这必须得溜，这波必须得撤，没办法，我只有一个踩，是杀不死的。也没点燃，现在有点燃了，给我个蓝吧，蓝没了。哎，算了，蓝不够用。这波只能卖了，这波只能卖，没办法。他们蛮王又在。两层，我得吃小兵。再抓一波，再抓一波下，必须要杀他一波，不然他太肥了。哎，送死。怎么说嘛，这个走位起来死，这闪现躲他的钩完美，搞不清楚状况，这卡莎真不知道我科加斯的爆发。冲塔强杀没毛病，快上，哎，
没事，我有彩，我有彩，他不敢放那个，他不敢，他不敢交易的。是是，溜了溜了，他们下路复活来了，我走了。好，发育一下，我到中路刷一波大，把层数叠一下，现在两层，1900地区。刷一波大鸟，大鸟也可以啊，大鸟也可以。2000滴血，感谢四九大魔王的飞机，谢谢。这下路已经推到二塔了，我得补一波。补一波，往下补，补一波抓下，他们下路有点肥了。别着急，打不过，打不过，打不过。哎，还行，哎，哎，这草人吸血可以，哎，哎，硬吸上来了，我靠，哟。没想到啊，四层，哦，这草人出的绿甲，我靠，我说怎么这么能扛，他这个E技能对我来说就是挠痒痒。再推一波吧，再推一波抓上，我现在也没大招。好，大招好了，好像看到我了，来，双生暗影在这里。哎呀，这个缓速没缓到，缓到他死了，他被我一口就咬死的。那我们吃一个冰吧，五层马上要满了，尽快叠满。中路完全打不动我，缓速，缓速，没事，给你打，给你打，沉默。随便你打，沉默，哎，他根本打不动，我太肉了，都没大招的，再刷一波大鸟，刷兵很快啊，190刀了。小龙，这小龙不能让了，小龙我要过去吃一个加血。他这个加血主要是永久加的啊，所以收益很大。赶快，他们 AD 不在就好， AD 在上了，这龙收了，能咬1200真实伤害，吞家小龙2700滴血，2800滴血，永久加血啊，收益很大，所以这个东西要尽快叠满。撤，再刷一波。这波我可以回去把杀人书做出来，再吃一个三郎吧，正好也满了
啊，大招也好了，准备打团。蛤蟆也行，好，满了，2900，3000了。来一个狂徒，先出这个。OK， 40 CD。20CD 30CD 40CD 刚好，好肉啊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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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想干什么想干什么，这你拉到我又如何嘛，我肉都飞起了，太慢了吧，这资源也太慢了吧，真的是这些人硬追我，我队友稍微早一点来无伤团灭就可以吃大龙了。感谢大司马的吉儿送上的飞机，谢谢吉儿，感谢吉儿兄，一半就可以咬了，500、600、700、700多、800，真实伤害啊！来来来，我们可以搞一波这个大龙。感谢老马，等我考完研再看你送上的大火箭。好的好的，专心考研啊！祝你考研成功。来，假的，好，我来了，先开双生暗影，沉默，咬掉，这边还得死一个，好吗？这都得死，都得死哟，那个放跑了，距离不够，怕死了。怕死了，先给他缓速，再给他沉默，死 ，OK， 舒服。大龙，收，十神出，收了吧，大龙收了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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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吞一波大龙，射入史诗级野怪。哎，我那个宠物还没吃啊，他的宠物可以吃。啊，宠物没吃，来，我们两个可以收，我们两个可以收，他好像不太敢，阴一波在 AD 来了，算了算了，他后面有人，溜，先溜先溜先溜，人有点多，人有点多，双生暗影击飞，哟，这个走位放风筝，沉默先，我过不去我过不去，我被你，我被拦住了，他们人太多了，咬掉，调直，队友呢，我队友呢，都在干什么，你们都在干什么，我杀人书掉了，我靠，开大开大开大，可以放心，这个回血，有点猛，有点猛，有点猛。
可以，大龙要可以收这锤石，这有蓝的有蓝的，他应该是抢不过的，锤石应该是抢不过的，我们马上到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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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在这。这里能把龙勾了吗？我来了，好的，再收一个击飞咬掉 OK 三级大招5000滴血，吞小兵4个，野怪2个，小龙1个，英雄6个，5000滴血，双生暗影破他护盾，海克斯科技，你这个就没法走位，好吧？再减速，你敢回头？减速，减速。来，拆！别靠近我，靠近我就踩你。你打我不掉血。踩到你就死，我能秒，没事，拆，别怕，好，他死了，哎，好，咬死2个，太狠了，我的爆发，双杀，20成输，击飞，沉默，击飞。击飞海克斯科技，沉默死，击飞沉默，击飞打不动我，哎，打不动我，5000多滴血，